这是墨索里尼时代简约线条的罗曼式建筑。墨索里尼的想法是要把这个那种繁琐的工艺给它简化，社会主义的概念。结果这个 project 到一半的时候就夭折。我们现在要去搭车，然后到那个坐 cable car 的地方。这个 sign 就是要去坐 cable car。间站，在这边待会还要再转一站到最深，记得要在这一站下来，不然它是那个缆车是往回。在这个什么山上呀 ？Pilatus 的最高峰了。哦，这里景真是无敌呀、啊！360度，可以看到整个，这算是卢森 area。
该属于多张床。坐在第一排耶。上去坐 cable car， 然后左边下来坐那个 cargo train， 然后再坐船回卢森。这样子还不错，也可以从左边上右边下。战士纪念碑，为了要纪念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瑞士派去的那些卫兵士兵被屠杀的惨剧。这边是当地人热闹的街道，有很多小超市、小百货公司。我们现在站在卢森的古城墙上面，可以看到整个卢森城市。根根的叫做 pine needle， 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调节水位，从古时候就用了这种技术，一直到现在还是在被沿用。